在刚刚做完微针，然后好饿，准备去吃一点东西。找到边上好像有两家不错的tapas，然后就是看看有没有预定的飞机。就是看看你进去有没有人理你。第一次知道 post office 是有 cash point 的，我孤陋寡闻了。给 royal 给 post office 点赞，再次